罐罐纸垫第三五季。落实环保生活，慈济志工受邀到马六甲圣母中学宣导环保，提升550位学生环保意识。如果没有环保，整个大自然都被摧毁，出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再坚定一点，不要使用塑料袋，就是收集一些可以环保的东西拿去环保。这样子的动作我们需要很一直以来，校方都很努力推动校园环保，更鼓励学生自备环保餐具，但却达不到成效。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学生他们不吃，其实我们要影响的是他的内心，就是打从内心去真正知道环保的意义，那么他们就会减少使用这样的东西。经过志工讲解，平时不在意的垃圾还可以循环再使用，学生除了惊讶，更懂得身体力行。以前呢，我通常都是会丢垃圾桶，然后现在我会跟它拿起来捡，洗干净，然后再拿去环保站。就是平常我们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罢了，我们就随意乱丢。可是拿去环保的话，可以做很多东西。爱地球，做环保，人人都需要出一份力量。大爱新闻林慧珠、吕佳佳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